特斯拉要求印度减税，不然没法卖车，遭当地厂商反对。10月21日消息，四名消息人士表示，要求总理莫迪办公室在公司进入印度市场前降低进口税，这一要求遭到了一些印度当地汽车制造商的反对。特斯拉希望今年开始在印度销售电动汽车，但表示印度进口税率是世界上最高的。一些官员希望特斯拉考虑减免进口税之前，先致力于在印度当地生产电动汽车。一位印度政府官员则表示，短时间内降低关税，为特斯拉进入印度市场铺平道路，可能有助于提升印度的投资者友好形象和绿色环保信誉，同时也会吸引更多投资。